我觉得这种街拍形式的东西其实我很久没有尝试，然后今天北京非常的热，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非常热的环境下还是拍得很有热情，对，所以其实拍出来的东西还挺好玩的，很轻松，然后不会太刻板，对，挺好的。那我可能不能告诉你了之后不就泄露了自己的行程吗？其实我比较宅，一般的都是健身啊，或者说是在家里头看书看电影打游戏之类的。对，没错，其实接下来大家会在大荧幕看到我的，比如说恋曲1980、中国机长，还有春江花月夜，这些电影都会在大荧幕跟大家见面。其实你看，包括我特别喜欢的演员，像柯震宇这种，或刘亚仁这种，其实都演过反派，特别特别狠的反派。那其实有遇到好的团队、好的项目，我都愿意去尝试各种类型的角色。我现在27，又200多天，离30还有一阵子。我随缘吧，我有的时候觉得，遇到什么类型都是缘分。没有 pose， 前置自拍，对，就是比较直接。技巧，瘦，对，拍出来就好看。认真思考了起来，还好，因为我这种话一说，我害怕粉丝送我这些东西，就都买得起啊，不用送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其实都还挺喜欢的，如果非要选一套的话，我觉得是这一套，因为这套比较凉快一点。2008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而且我基本上跟我出道的时间也差不多，2011、2012年拍《万箭穿心》到今年也差不多8年，所以我觉得知道8年的时光其实很不容易，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起越来越好，对。